29.5寸嘅皮球带俾佢哋安全感，420平米嘅球场收埋咗佢哋全部嘅快乐，但呢个世界却收唔住歧视嘅目光。都会有一啲人会有一啲比较特别啲嘅眼光啦，咁就会问，点解佢哋好似同其他人好似有少少唔同咯？因为佢患咗呢个病咯，可能系身体上有啲唔协调啊，或者系行为上会有啲怪异咁咯。虽然患有精神类疾病，但系好少人知道，佢哋仍然系积极面对生活嘅康复者。篮球不单止是他们精神康复路上的良药，也都是证明自己战胜歧视的一场必胜战役。澳门社会是需要这一班社工和有一班有心的人去带着他们去认识这个社区，和一班普通人去一起生活。嚟咗篮球班之后都开心咗好多咯，充实咗咯，结识多啲朋友咯，睇到好多自己未知道嘅篮球世界啊！原来篮球唔系一样死板板嘅嘢嚟噶。以前啊，成日有人讲乜出街咁咧，依家出多咗街去打篮球，同啲会员倾下讲啊，有个有笑。当你再拿翻个篮球之后，你都会记得。不会是自己咯，即不会是自己一个。